去，慢点。好。来，前面。讲个故事。在中国的明朝末年，崇祯皇帝他见大势已去，于是选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珍宝，藏在了一个极秘密的地方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儿。皇帝把对自己最忠心的一个姓张、一个姓李的宫廷侍卫官找来，给了他们一人一半铜壶，只有两半铜壶相合，才能够看清上面所有的字，找到藏宝的地方。来，把它打开。这就是你刚才说过的那半只铜壶吗？对，1900年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，我得到了这半只铜壶。之后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姓李的侍卫官的第14代孙女儿李碧云的下落。就是你失去胳膊的那次吗？是的，我这次让你去中国，就是要找到那半只铜壶。这鬼地方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没有，神经病！听点音乐吧。太输了。我就等着你这句话。凭什么他坐在那儿，我们坐这儿？就是，他有什么？我比他漂亮多了。对呀，咱们几个谁不比她漂亮？有身段有身段，有哪儿有哪儿啊！咦，过去看看。下下，好，太感谢。哎，姑娘们，你们都很漂亮，好，今天晚上到我们那儿去玩怎么样？啊，是，来，我们好好的乐一乐啊！姑娘们，给你们水果，接着玩吧。还有，还有，来一个。怎么了，司马丽小姐？您不舒服吗？哎，你是我们当中最美的，陆克逊先生一直想得到你。我看得出来，你也干嘛不大胆的追求呢？这可不像咱们吉普赛人的性格。大力士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姑娘们，谁愿意做我的罗米？而塞纳，你愿意吗？哦，你这只大黑熊，我才不会和大黑熊睡在一块儿，让他做我的罗米。
见鬼去吧！站好就。你们真是一群大傻妞！别管你呀你！鲁克逊爵士率西洋歌舞幻术团在沪杭等地演出，近日将赴古城。约翰·鲁克逊果然要到古城。秀女，你们可别鲁莽从事。子孝哥，你说洋人要真是到这儿来演出的，干嘛都带着枪？还差点抓住我，幸亏你及时出手救了我。哎，又快到湖边了，你戴个胡子，我都没认出是你。我给洋人赶车，就是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。那个叫鲁克逊的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爹在家就好了，
现在怎么办？就是师父不在家，咱们也要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。要真是老鲁克逊的儿子来了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替我爹娘报仇。对，没准咱们还能夺回铜壶呢，让我爹来个大吃一惊。这个给你啊，哎，我来办这个。一人是杜神县长王德才，得知先生光临，微臣远迎，希望恕罪。啊，王县长太客气了，请。我们这次来桂城演出，主要是为了交流东西方的文化。我是研究东方历史的，请阁下大力协助。好说好说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犬子王磊。鲁克逊先生。还不快去帮忙。好。刚才听说鲁克逊先生要来，我还以为是我的老朋友查理鲁克逊呢。是这么回事。你看这个楼就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。七年过去了，我还以为是他故地重游呢。是这样。哎，你们都过来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助手柯丹米勒，还有大力士。你好。再见。汪彪，这是我到中国来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他曾救过我的命。武城县长王德才，王先生见义勇为，救人于急难，佩服佩服。不敢当，老先生您言重了。熊，你住在楼上中间那间好吗？ OK。 妮娜，我们的主要演员。妮娜，幸会幸会。洋戏子，洋戏子，真新鲜！洋人到咱们这小地儿，好码头，这事儿漂亮，这得看看啊！去看看，真小意思。过来。今晚你到我房里来，我要你。你是我买来的，你就是我的。我是你买的，你可以让我生，让我死，可你知道吗？爱不是拿钱可以换来的。对了，就是这个房子。诸位诸位诸位，七年前查理·鲁克逊先生为了争一个什么壶，和这一家的主人打起来了。后来这一家的主人都被打死了。
你刚从古城赶来？嗯，师父，鲁克逊已经到古城了，他就住在原先老鲁克逊盖的那间房子里。子孝和秀女这几天怎么也没找着他们。各位鄙人，请代表我本人及古城百姓，祝贺演出团首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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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感谢。这！哎呀，你们的舞跳得太好了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呀！魔术杂技简直令我目瞪口呆呀！哎，你太过奖了！哎呀，你俩的哥们简直是令人销魂呐！哎呀，县长过奖了，这都是因为县长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。在此表示。什么人？慢着。这是你爹的胳膊，你若不赶快滚蛋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率领幻术队来古城，是让你们中国人见识见识名扬世界的西洋幻术奇迹，
是向你们献艺，增加我们的友谊。这是中国明代的铜壶，它是我的先辈在欧洲重金购得的，我今天拿来请诸位见识见识，愿听行家指点。这是李冰云的儿子何子孝，那个好像是个姑娘，是施白木的女儿。哦，先生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了。请问您贵姓啊？啊，东山胡飞虎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救命恩人，咱们做好朋友吧。要找到铜壶，一定要先抓住李碧云的儿子何子孝。
这小子他跑哪儿去了？头上，何子孝已被抓，鲁克逊正在新荣客栈。哎，借关系吧，谢谢。把那些菜拿过来。小子昏过去了，喝水。何子孝先生，我略施小计，你就上钩了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嗯，杨大人，你高兴的太早了吧？你交出铜壶，我会给你自由的。你我的旧账还没清呢，过去的事就一笔勾销了吧？办不到。撤火。是。只要你跟我合作，你会变得非常有钱，会成为百万富翁的。那我不就跟你一样成了个灵魂肮脏的恶鬼吗？放下来。我想我们会合作的。我感谢各位效力，为我抓到了何子孝，这是值得庆幸的，请再干一杯。干杯。干杯。干杯。卢克逊先生，你认为何子孝会跟你合作吗？会的，肯定会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精神和意志都会崩溃的。是的。我们西方哲学的精华就在于他认为人是自私的，是利己的，对财富、土地、权力、女人的占有欲是人的天性，就像你们中国的谚语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一样。只要何子孝知道他将会拥有多少财产和多少金钱，他是会合作的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金钱
只有金钱才能主宰一切。是的，是的。别紧张，是我。哈哈，你真他妈的吓了我一大跳啊！我问你有烟吗？烟。对不起，没有了。哼，怎么办呢？只好不抽了。算了吧。
魔术师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没事，我摔了一跤，这把见鬼！哎呦，这又怎么了？有人的儿子，八哥！让洋人抓去了，我把他救出来，又不知让谁抢跑了。孩子，别急，别急呀，让我料到了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孩子，别难过，听我跟你说，不管是谁抢走了他，还不都是为了那只铜壶？一时不会有生命危险的。会是谁把他抢跑了？难道是他？好孩子，你刚才说得很好。还有呢？爹，好像药劲儿过了。对对对。这药都灌下去，两天之内必死无疑呀！哎呀，管他死活呢，让他说出铜壶的秘密最要紧的。行了。子孝啊，是不是要看见铜壶上所有的字才能找到宝贝啊？不，铜壶上只是具体的地点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宝贝呢？正午时分，虎头朝东，未朝西，让太阳直射
两虎结合部分的方孔，虎下放一盆水，这时水中就会显示出几个字来，这就是地点。好孩子，你再说的具体一点啊。比如说，显示出来的是古城正中，这就是地点。然后再看虎身上的字，比如西南十五里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子孝啊，那你们家的虎藏在什么地方啊？是在哪儿？在我师父那儿。什么？在你师父那儿？哎，这种世代单传的宝物怎么能够交给两姓旁人呢？那是因为洋人几次到我家来探听，我娘感到大祸临头了，才交给我师父。哎呀呀呀呀，是这样啊，看来非跟石白木打交道不可了。爹，您可真有本事，拿一条查理·鲁克逊的胳膊就逼得约翰亮了铜虎，现在又抓住了何子孝，知道了铜虎的秘密。小事一桩，咱们干脆先把鲁克逊杀了，把铜虎夺过来，再跟石白墨斗。蠢话，你这叫打草惊蛇，我要让他们鹬蚌相争。那高明是高明，可这石白墨上哪去找啊？放心，他会出来的。那这有人啊？有人。谁呀？我，石白墨。哦哎呀，石白木兄弟啊，请进，请进。王兄，多日不见，身体一向可好吧？好，好。是秀女呀、啊。秀女，来，快叫王伯伯。王伯伯，都长这么大了。王兄，我是来接子孝的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我正盼着你们来呢。我一听说子孝被抓了，我就马上把他救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些个狗杂种啊，把孩子折磨得不像样子啊。我的孩子，当你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，你要想到，在你的身体里流动着的是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，你要用你非凡的智慧，借用朋友甚至敌人的力量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。记住我的孩子，记住。Mary，你来一下。哎，
请允许我做你的罗母吧。子孝哥，子孝哥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子孝哥，子孝哥，快醒醒，醒醒！爹，他又吐黄水了。哎，老爷，药引子还没弄来呢。爹，快来看，子孝哥这是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药引子，快点，来，他的第二步先生，爹，你的手怎么发抖？赶快。耽误了时辰就没救了。
我答应你。这是我父亲送给你的，他在中国时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，只是前些时候我明白我明白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实在受之有愧呀。哦、no, 经过这段合作，我认为你是我真正的朋友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那半只铜壶。哦，那是王先生，希望今后我们能继续很好的合作。哎呀，我早就盼到这一天了。斯麦瑞，你要好好的侍候县长，懂了吗？县长，怎么？好，好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过几天就全好了。老爷，您的信。爹。怎么回事？陆克逊正在秘密打点行装，准备回国。师父，不能让他跑了，我的仇还没报呢。我去杀了他，把铜壶夺回来。不可莽撞，陆克逊不是等闲之辈，依我看他不会走。休息去吧。啊，去吧，去吧。是，慢点。什么全他妈的完了，哎，他是白木二虎归义准去取宝去了。哎哎哎，他女儿还在陆克逊手里呢。屁，女儿顶什么用啊，
赔钱的货。哎，有了财宝，不什么全都有了吗？哎，我这是水中捞月，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。老爷，老爷，施白沫，施白沫派他的管家来有要事相告，您见不见？啊，快请请。是，请。老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啊，请请。我给老兄的信，想必已经看过了吧？是的，是的。老弟的意思是……请坐，坐。王兄，你也知道，我现在是双虎在手。完全可以去取宝了，怎奈我的小女被鲁克逊抓去了。哎，要是关到我的牢里头就好了。我人已年迈，要那么多财宝有什么用啊？是是是，那是。所以我想与你分享。这是鲁克逊那半只铜壶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将我女儿救回，财宝你我对半平分。为了信守诺言，我先将这半只铜壶给你，等事态平息之后，你我再协商取宝之事，不知意下如何呢？好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拜托，拜托。昨天上午，石白沫派人与县长联系，详情不知。你的罗米斯麦瑞。嗯，真让你猜着了。啊，我觉得那个县长眼睛后面好像还有一双眼睛。对，说的对，就是这样。县长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，他恨不得两半铜斧都归他呢。我真想不出他们怎么勾结起来的。我虽然没有见过石白沫，可我已经感到我们碰上了强硬的对手。我不知道是谁放走了那个女孩，我要杀死她。有道理。你的那个朋友红飞虎怎么样了？哎，我的那个朋友随叫随到。既然王县长已经背叛了我们，不如立刻把他除掉。对，趁他发觉之前除掉他。
受伤以后，使我想了许多许多。自己之所以遇事莽撞，还不只是因为年轻。七年前，父母双亡。这些年来，我天天想的，就是要报家仇。我还不是和你一样，脑子一热就干出了蠢事，结果牺牲了几位师兄弟。师父跟我讲了许多外面发生的大事，其实我一直在外面闯荡，也知道。前年革命军占领了武昌，建立了民国。去年宣统皇帝又退了位。师父说，也许再过些年，真的能建成一个强盛的中华。到那时，地下的珍宝更有用了。是啊，到那时咱们一起踏遍千山万水，也一定找到他。爸爸说了，等消灭鲁克逊。爸爸是你叫的吗？反正爸爸说了，等消灭了鲁克逊，就给咱们完婚。别再喝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铜壶丢了，人质又跑了，别喝了。我的老朋友，你上当了，我把石白沫给骗了，我那个铜壶是假的。不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怎么，你不信？你要吗？我这儿有的是。高，太高明了，我知道了，真壶你根本没带来。不，带来了。高，高，以假乱真。县长先生，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马上包围石白墨家，抓住何子孝，杀掉石白墨全家。有把握吗？没问题。很好，一言为定，祝我们这次合作成功。孩子，一场恶战就在眼前了，铜虎的全部秘密也应该告诉你们了。怎么还有秘密？两半真虎只要相合，就再也分不开了。这是把钥匙，只有拿着它才能打开洞门呐。那进了洞就可以取宝了？不，必死无疑。还有一句口传秘言，方向相反。相反？说东则西，说南则北，不然进去人死宝毁。这场恶战之后，不管谁活着回来，都要为国守宝啊。定为您们复仇，为国家雪耻，夺回国宝。
你们几个干嘛呀？这边也来，这边，来，这边，来，这边，来，这边来。老爷，屋里没有人呢。没有人，那边一个人也没有。爹，爹，一个人也没有啊。嗯，没有人。哎，哎，这家的施老爷到哪儿去了？你知道施老爷到哪儿去了吗？坐车走的。走了多久了？一个时辰。走了一个时辰了，怎么办？快追！追！王兄德才台阶，吾以老迈，一归故里，一享天年。前次所赠鲁克逊之虎乃一赝品，为不负诺言，今将真虎送兄。白墨。郑先生，没想到吧？中国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应该仿效施白墨，这是天意。王县长，我佩服你的老谋深算，还有汪彪先生的出色表演。既是天意，我不违背。怎么样，卢克逊先生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想利用我的力量收拾了施白墨和子孝，然后再来收拾我，对不对呀？我要反其道而行之，送你上西天。走，走，把他们带出去。起来，起来，走。快走！哎，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用这个。好。哎呀！拿着，赶快走，快走！爹，哎呀，
哎呦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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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